次我们的展览呢是叫做《爱琴海的荣耀：古希腊文明特展》，文明因不同而交流，因交流而互鉴，因互鉴而发展。这次展览呢的展品呢来自希腊境内的14家文博机构，共计270件套的展品，包含了有青铜器、金器、银器、雕塑、金钱币等，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希望通过4个单元以时间为轴，来向观众呈现古希腊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。这是一个金花冠，然后呢它呢是纯金制造的，上面的叶片都非常的轻薄，代表了当时金属加工工艺的一个非常高超的技艺，它也象征着荣誉，象征着财富。金陵海关成立工作小组，提前现场走访调研，针对展会的相关需求制定专门的监管方案，建立协同机制。考虑到文物展品货值较大，我们决定对该批文物提供驻场监管服务，并免予担保。